3块钱一盒的纪梵希蕾丝面膜，真的合的，这就是我聪明的地方。他们都是3片一盒，4片每片750，我在网上淘到了3片卖的，才460块钱，天哪！叫我省钱小能手，叫吧，一个很抠的大冤种啊！我买贵了吗？说我是冤种，我买便宜了说我是很抠的冤种。我们来看一看，根据上面的这个说明书呢，先摁这个东西，把这个精华挤到那边去，然后 shake shake， 睁大你们的双眸，黑的，它是黑的精华。来来来，不能浪费，打开看看，说不定打开了就非常的干净。啊，这是谁的内裤啊？好香啊，香水的味道。对，有一种高级贵妇香水的感觉。哦，它是挂耳式的，你看吗？感觉我像偷了某个性感大美女的内裤。还往脸上呼，这里还有你看纪梵希的一个 logo， 纯黑色的精华。哇，我要留个念你们，不好意思了，因为我毕竟没见过世面。请尽情吩咐妲己主人。来，15分钟到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效果怎么样？冯巩是你吗？冯巩？怎么？这是咋回事啊？我还以为我长了大胡子呢，姐们。人家不黑不黑，我只是自己黑，不会脸上黑，姐妹你们以为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我的妈呀，现在连硬汉都不带用化妆的。还好我没买一整盒，我聪明。谁家